我买的辣冰糖又到了，这个今年家里面这个辣冰糖没有断过，我可能是嚼习惯了，就是闲了没事的时候就想嚼一嚼这个辣冰糖，就想吃点儿。好多，这个应该是他看我买的多，给我赠送给我的。这个不是我买的，这个应该是赠送的。这老板还挺好。老规矩啊，我就比较喜欢吃黄色的。再来个绿色的，我家孩子比较喜欢吃绿色的。黄色的是酸甜的，绿色这个就是甜的。再来个蓝色，我没有喝出来蓝色跟绿色的区别，这是橙色的。也是甜的，嗯，红色是我最不喜欢吃的，一股味道。